欢迎大家收看全球古典音乐坛春晚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 Victoria Wong 王以莲，他为我们分享了他在近几年在各地演出的影片，而他也获得了2021年入围肖邦波兰国际钢琴比赛的资格，期待他在这个大赛上面取得好成绩，让我们见证他优秀的演奏，请听。